连接电源线到电源插口，连接脚踏线到脚踏接口，拧下仪器光纤端口保护帽和激光输出端口保护帽，连接后安装光纤。详见光纤的安装及注意事项视频。仪器不需要加水，通电即可开机使用。现在开机，仪器加载完成，自动进入操作页面。这是急停按钮，弹起急停按钮，激光正常工作。在遇到紧情况时，按下急停开关，激光停止工作。